现在要顺便说说幂形音阶跟拉形音阶以外的音，有很多的方式可以推算出这些音阶。我今天用一个比较简易的方法，我们从D 大调的位置来弹幂形音阶。来看一下，我们前几的影片都有已经有示范过了。现在在弹幂形音阶的时候，注意到这是它的主音，它的 key center 一数字一这个音，这一个音现在我中指按的这个是数字五，而这个位置在第四弦上面的这个音是数字四，然后这一个是数字六，这一个则是数字二，这一个是数字五，所以把整个音把这些音继续往下推，好像我现在无名指按的这个数字五。高一个全音就是数字六，我们等于是把幂形音阶再往高一个全音的方向去推算的。这一个是数字二，那所以再往高一个全音，这个就是数字三的音了。另外，这一个是数字六的音，移到这里就是数字七的音。那这一个数字四的音。到这边就是数字五，这是第一个音，这边就是第二个音，高一个全音嘛。这个是第五个音，高一个全音，到这边就是第六个音。所以等于是把幂形音阶往这个位置再延伸。好，那我原本幂形音阶的这些低的音我就不弹了，所以现在看哦。这个数字三这个音，我现在只从这个数字四开始弹，所以四，这是五，然后六在这边。原本的幂形音阶这个位置的数字六就不弹了，因为在这边我已经弹了嘛，所以我就直接弹数字七，七，一，二，依此类推，所以原本的数字二刚刚已经在这个位置弹了。所以这个二不弹，现在这个是数字三、四、五。原本的幂形音阶这个五已经在这边弹了，所以现在从六开始弹，六、七。好，那有趣了，这个七在这边往下一个半音就是一了。所以等一下，幂形音阶原本这个七跟一这两个音我都不弹了，直接弹二、三。当然，你不想要弹这个一，弹这个一也可以啦，这是一个选择而已，没有一定的限制。再来就是数字四、五、六。所以就依照幂形音阶的惯例吧，由于这个是数字四开始，我们就称它发形音阶。好，我弹一次咯，从这个数字四开始弹的话，是整个音阶的最低音。我还是习惯最后停在这个 key center， 停在这里是大调的 key center， 所以在这个音是 D， 它还是 D 大调音阶，但是它已经是 D 大调的发形音阶，而不是 D 大调的幂形音阶了。所以它跟幂形音阶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在演奏大部分的情况下，在演奏同样的旋律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因为你会发现听起来的声音是差不多的。但是对于吉他手来讲，是在执行上面的差别，因为整个你手指要移动的范围不一样。原本幂形音阶大概在这一带，哦，是这四格，现在变成移动到这五格之间的范围了，位置不一样。那以此类推，我们会越推越高，它会变成到不同的位置上面。哦，那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样的旋律在不同的把位，有的时候好弹一点，有的时候难弹一点。那有的吉他手会选择比较好弹的把位，比较容易去表现那个表现你要的旋律。所以一样的旋律，有时候也许幂形音阶好弹一些，有的时候可能是拉形好弹一些，或者是别的音阶比较好弹。哦，这是不一定的。
但也有的时候，吉他手不一定会选择好弹的音阶，反而会选择稍微难弹一点的音阶。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一样的音，在不同的位置弹出来的音色其实是不一样的。虽然音高是相同，但音色不同。吉他手为了要追求理想的音色，会选择他想要的那个位置，即使那个位置比较难弹。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吉他手会弹一些有可能会弹比较难弹的音阶。所以实际上，我们抓歌的时候，有可能抓的我们所弹奏的位置跟原曲的吉他手的弹法的位置是不太一样的。当然，去追求一模一样，这是一个目标啦。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然后想办法让你的弹奏位置尽量接近原曲的吉他手。我觉得比较实际的做法是，让音色方面，甚至音乐性上面听起来比较接近原本你听到的音乐的感觉，这是比较实际的做法。至于实际的位置是不是弹得一模一样，倒不是那么重要。这是我的主观意见。根据这个型再继续往下推，一样把这个整个指型的底部的音再继续往高音的方向推，推一个音，然后原本的比较低音的位置的音，顶部的音就放弃掉。你会发现原本数字四，现在这个是数字五了。整个推下来，音阶的型是这样：五、六、七，数字一在这里，二、三，这是四，数字四，数字五，数字六，数字七，一、二，注意三四很近，然后就下一条弦呢，又是五、六、七，整个音阶从最低音弹起来是这样的。这是从五开始，所以也有人把它念成是梭形音阶。继续往下推的话，这个音就是数字六，六开始，六七一，六七一，二三四，你会发现。这个音阶推出来跟我们之前所学的拉形音阶是相同的，其实这就是拉形音阶。那它的数字一对着这个位置，第六弦的第十格，这个音是 D，所以它是 D 大调的拉形音阶。我们今天推的这几个音阶的位置都是 D 大调，所以拉形音阶讲过了，我们在这里就快速带过，继续往下讲。现在来讲，从数字七开始。数字七会落在第六弦的第九格，数字一落在第六弦的第十格 D 这个音，我从这个 key center 这个音开始弹好了。C 型音阶，这个音阶我比较少用。再来继续往下推，这个是数字一开始了，这个是哆型音阶。其实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了，在音阶很久久远以前的课程有说明过这个音阶的型，但是我们没有特别给它一个名称，叫做哆型音阶。这是数字一开始，以此类推，一、二、三，我现在这个把位很高，不太好弹。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哦，这 D 大调的哆型音阶的确是难弹的要命。再来 Re 型音阶，回来这个，从 D 大调的咪型音阶来看哦。往回推，这个是数字三，所以数字二在这个开放弦的位置，比三第一个全音就是在数字二，二在这里，三四五是在开放弦，因为这个是咪型音阶的数字六，五在这里，我把整个音阶弹下来，听听看，这是二，
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今天我们把七个常用的音阶的指型全部介绍完了，后续会有非常多实际上要用到这七个音阶的，请各位多加练习，把这七个音阶的指型记起来。